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拉克什亚奋战三局逆转胜长沙钢泰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就陷入拉锯，长沙钢泰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长沙钢泰连续得分打了一波10-5，也是11-15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拉克什亚打了一波5-1后持续领先，以11-6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拉克什亚保持比分优势，也是11-15扳回局。第三局找到状态的拉克什亚开启得分模式，直接打了一波21-3的大比分拿下比赛。